队长，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娟？再说了，让他帮咱们救人，可他倒好，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队长，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留洋留傻了？你瞎叨叨什么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队长，我看这个梁飞啊，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，啊，到时候人没救出来，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。 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，不能一声窟窿眼子，我就见鬼了！我黑子，别给，俩水点，俩水点，看什么看？也脚痒给爷挠挠脚。闹大哥，闹！ 大哥，爷爷，兄弟，你叫我三声爹，我就饶了你。兄弟，来。罢了。情報によれば、発音の向こう端の重要関係者がそちらに出荷されています。脈に乗りると、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？どうやら、そちら逮捕され。 果物を流出していました。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。それまで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。時間到，行动。大哥，那个让我笑笑你。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？自由了，等什么呢？老板脸，跟我走。谁有橘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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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快跑！谁有橘子？谁有橘子？谁有橘子？
抓紧点，抓紧点！小心点！哎，来呀，我们不赖吧？还不赖呢？啊，偏了3米，要再多1米，我撂里边了。 你小子，你整这耗子钻洞，我们也没练过。就是啊，鬼子等你练了再跟你打呀。要我说，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，扔那破玩意干嘛呀？再练也扔那么远。武工队队长，哎呀，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？你小兔崽子，你来教训我来了？说话能不能文明点？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。冲你这样，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。把前面给我放松，快快快，走，撤撤，快撤。 不就是留个洋吗？也太不把我这武工队长放眼里了吧！想去延安是吧？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，让他走。老师，你要理解我，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。哎，说心里话，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工队。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，那绝对是个人物。你来调教调教他，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。哎呦，夸我呢是吧？ 天有多高啊？从地面算起，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。这地有多厚呢？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、地核、岩石圈层。哎呀，行行行行行，你少在这臭卖弄。去去去去去去！我还得说你，穿的这是什么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哟，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？ 你看不惯，把眼皮闭上，你别看。臭小子，我关你禁闭我！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，凭什么光我禁闭？哎，你……哎，师叔，今天呢，我爷70大寿，天黑前我得赶回去，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。我走了啊。哇，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。 爹，喝茶。爹，又查您那把刀呢。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。您呀，就是偏心眼儿，就不能传给天辰呢。<笑>雪英，在这件事上，爹就是偏心眼儿。 杨飞，我师傅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，怎么想？我爷说，外国人说咱们是东亚病夫，送我出去，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，让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，正好教教他们。政委，
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，无组织无纪律，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。黑子，就因为你这模样，我还真不稀罕教你。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。吹牛吧你。大家听着，今天是我师父七十大寿，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，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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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孩子带到里面去。就是他，全称武圣，金刀梁敬天。梁敬天，在日本的时候，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，济南城第一高手。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，我们也来祝贺一下。我来介绍介绍，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。小野太君。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，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，特地前来切磋切磋。我已经封刀多年，恕不能奉陪，请回吧。这样吧，你既然不玩刀了，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？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。他不在家。小四，这个刀。小四，嘿。小四，师傅，师傅，小女莽撞，阁下技高一筹，梁某拜服。诸位，请回吧。宝宝，哎，别哭啊，别哭，别哭，来来，在太君这儿。师傅，师傅，别了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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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
你真的不出手，抱歉。梁飞，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，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？去延安你能干啥？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，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，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。他弄那么大地方，盛不下你这尊神啊！哎，杨教授，喝再多。 前线干部老鬼子也是白扯，就是啊，别讲我，亲戚魏小生替俺鬼子拿出来见见。别讲了，梁老先生，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。你不出手，我很失望。 真是承让，诸位，请回吧。
下亡魂，一共43人，无一不是罪大恶极。脑一和团的时候，梁武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，想不到今天有多两人。知道！爹爸！爹爸！
谢谢太君，还是你厉害。以后，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。谢谢太君。告诉中国人，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。好，皇军，您瞧好吧。 结果，行走，开始！哎，行了行了，等你到这儿呗。石队长，杨飞跟我去。啊，你们在这儿等着。是，注意隐蔽。天成。 天君，你啥高大上？笑英，本田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告诉你了啊，你看看吧，真的，真的太棒了啊！看看吧，去的吧？你看看，哎，老有文化，老有文化，老有文化。
偏人っていうのは次男の名士なんだぞ。こんなことしてどういうつもりだ。奴は武功隊に通じ、皇軍に歯向かう中国人への警告の意味でありました。梁家の皆殺しは中国人の反感を詰めるだけだ。梁妃についてはどうだ。二重そこらの若造です。横狩りだとか相手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決闘してやります。おの、忘れるな、貴様は軍事情報課長だ、武士ではない。はっ。既にこの件は次男全市に広まっており、奴が調子づいたら我が軍の士気に影響するんだ。本件は全面管制を敷く。7日間は貴様ら何事も起こすなよ。調査が片付くまでは警備隊に守らせる。太监、我不用，我是武馆的馆主，功劳不深，但是对付三五个人不在话下。况且我手下还有几十个徒弟，若是皇军来保护我高大强，以后就没法开武馆了。貴様の動静など知らん。我が軍の士気が重要だ。少年司令，您脱手也给我留点面子。我高大强在山东地面上大小也是个人物呀。根据司令的指示，我们已经在你的武馆周围布置了暗哨。你只要装作对梁妃不屑一顾的样子，引他来刺杀你。太君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坐一晚？对。你，太君，这我师父说了，三天之内等梁妃来挑战。诸位乡亲父老，今天我当着街坊邻居、老少爷们的面，把话落这儿。爷我就在这等着他。他梁妃要是敢上门，也不枉咱们齐鲁男儿的豪气。如果不敢上门，以后啊，别乱替什么道士蒙人，称什么好汉，是不是啊，乡亲们？是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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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乡亲们呐，我高大祥不想杀人，可是他孙子梁飞偏偏却要来杀我，你说我总不能等着让他来杀。那个鞋匠的手细皮嫩肉。是啊，乡亲们，是不是啊，乡亲们？是。卖水果，纯赠您老两位消息。梁妃昭示天下，还贴了告示，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、本田和小野，替他爷爷报仇。你看看，这干的什么事儿？这是有这么报仇的？满城贴告示。梁妃现在报仇心切，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。不行，我得进城阻止他，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。打不站稳。全发出力！梁飞那兔崽子就要来杀师傅了，你们给我长长脸！他若是来了，你们给我摆平他！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，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。
快点，动作快啊！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？我就在这等着，看他有多大的能耐。大爷，大爷，赏点米吧。别谢，没啥，赏点吧。走开，你这个臭要饭的，走。 进去吧。喂，送外卖啊？对，哪家呢？宁波楼的。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？糖醋鱼、小鸡炖蘑菇、回锅肉、莲子羹。刚才送的什么？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，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。 六点之前，闲傻，高大笑，哎，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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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那枪在里头还是都站岗，人血都没有，先跟他们说，先跟他们说，然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三。 是，Go！ 可以出去。
咱砸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，他文武双全留过洋，功夫练到了八年上，他能飞檐会走壁，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。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，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，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，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，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祥。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。别演了，静一静，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别演了。干嘛这是干嘛这干嘛呀？静一静，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别演了。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，所有人把良民证给我拿出来。我说金队长，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，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？就是，我们都是老街坊了，还查什么查呀？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，你得问他呀。啊，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，皇军有令，全程搜查，任何人不能放过。把良民证都拿出来，走。拿来，拿来，拿来。ガドを探しに、目下人に市民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、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。おじ気づいたか。いえ、国葬としましょう。梁飛と正々堂々と戦う。黙れ。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飛を追い出したとみなす。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つもりか。あと4日梁飛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。何事も起こすな。はい。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。
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のは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。はい。呀，舅舅来了，去开门。不去，您去吧。妈，嗯，姐夫，对，您要的文件啊。老妈，嗯，坐。哎，小娇，舅舅。哎，舅舅来了，你没看见？我都白疼你了。舅舅，人家在看小说呢。看什么小说呢？萧红。萧萧以后啊，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。嗯，那我先回屋了。哎，哎，萧萧，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，你可以写在小说里。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？知道啊，报纸上不是说了吗？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，竟然贴出了布告，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。哎，他不是虚张声势。他真的做到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杀了高大祥，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，不是枪杀，赤手空拳。这么厉害？不光是厉害，更重要的是聪明。你这里边的故事啊，肯定是复杂有趣啊。小赵，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。这高大祥啊，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，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。我觉得啊，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，后两次肯定成不了。二郎，二郎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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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一跑，哎，大爷，还有两位，你就是他，你走不是两位，你上他下他左看右看，你都是两位。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，带走，带走。那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，这上哪抓去？抓人啊！抓了几十号人了，有什么费用？哎，就是，哎，队长，看得出来他们也怕，能不怕吗？有人点名要杀你，能不怕吗？这就叫不怕贼偷，就怕贼。哎，把帽子摘了，有良民证吗？哎，说你呢。你听不懂人话，等的就是你。对，动手我就崩了他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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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对呀！大哥大哥，好汉，我就是一个巡警，混口饭吃，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。您这枪别老对着我，他容不容易走火？本田在哪儿？本田是哪位啊？跟我找倒霉是吗？不是我找倒霉，是倒霉老找我呀！贫嘴！我说，本田是警备队的人，应该在那儿。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？梁飞。回去给他带个话，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，要不然小心你脑袋。你一定带上，一定带上。哎，人呢？是没看见。梁飞，打听清楚了，本田藏在警备大队，小野在军部。警备大队，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，更别说是军部了。他梁飞是只苍蝇，他也飞不进去啊。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，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。鬼子见谁都像梁飞，这不是害人的吗？下一个肯定是本田。时间不多了，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。高大祥不声不响地被灭掉，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，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。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。客官，这是您的。哟，客官，你来了，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。
山田氏への意向であります。軍営乗り越えてきませんよ。お首を過ぎていませんか。来たとしても我々を知らん。梁兵そんな度胸はないでしょう。しかしながら顔の死は噂になっていますし、これ以上問題は困ります。どこの部隊だ。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者たちで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。
的銃を見つけました。見せてみろ。はい。あせ。隠せか。貴様！キズ梁平だ！やつを捕まえろ！やつを捕まえろ！捕まえろ！捕まえろ！やつを捕まえろ！捕まえろ！待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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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梁兵はカンフーの腕だけでなく頭も切れるようだ。ガオダーシャンを見つけ出し軍営にも乗り込む。大した弾だな。ん？本田、警備所長がいなかったら今頃は土の下だったな。貴様らにも分かっただろう。梁兵はハッタリのよ。
所有的乌龟出来，你给我出来。刘飞出来啊，给我决斗。谁是缩头乌龟？放开！就是，擦伤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？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。是，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，杀了本田，你有本事？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？那是说书，你醒醒吧！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，你的命值钱，金贵，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、照顾你，你就这么折腾我们？我的命我说了算，用不着你。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一个人，你死在大街上，我都懒得管你。无组织、无纪律，怎么抗战，怎么打鬼子？啊，队长，您消消气。去一边去！为了你，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，武功根都丢下不管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们杀了我全家，全家！你到我家看了没有？我们梁家成什么样？不报仇我是人吗？有你这么报仇的吗？你傻呀你！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，什么鬼都不知道是吧？好了，都别说了。队长，政委，那个人都已经找到了，咱们现在得赶紧想招怎么出城。鬼子已经戒严了，现在咋办呀？構成大隊を襲ったのは一人ではなく手榴弾の残骸、戦術から見てきっと共産党の武功隊かと。まさか敵は団体にも警備大隊を襲撃するとは。それで被害は死者10人、負傷23。
フへの襲撃は分かっていたことだ。なのにこれだけ被害を出して、警備隊長はクビだ。はっ。すでに全員不参発し、やかな行動です。敵はまだ市内にいます。司令官殿、本田殿の暗殺の完成はしてきますか。無駄だ。武功隊はきっと高らかに喧伝して回る。梁兵事件はきっと共産党武功隊の企みで、敵は梁家を剣を利用し、わざと煽って我が軍の士気を下げるのでしょう。女のバカ者は成果も上げずに燃え事ばかりだ。梁兵一人なら奴が潜れば、おのどの安全も守れますが、また何かが起きるようであれば、我々の心は地に落ちます。おのの奴は、奴はどこにいる。南崎様、報告。たく、本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。ヤンフェイ。我跟你说，梁飞啊，你也别怪队长，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。哪有你这样的呢？你以为你谁啊？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，孙悟空人听唐僧的，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给你威风坏了，有什么呀？啊，你自己想想，你昨天晚上多悬呀！要不是我们去救你，你早就打成筛子了。虚伪也怪，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。梁飞，梁飞，你干啥？梁飞，哎，哟，你撒开，你干啥？哎，你给我撒开！革命同志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！哎呦，对不住了，兄弟。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，告诉你一声，小野必须死。哎呦，昨晚谢谢了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没有你们，我一样行。谁也别拦我，谁拦我跟谁急。梁飞，哎，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？梁飞，这我咋交代呀？我跟队长，哎，梁飞，
我呀，这我。嗯，这怎么了？你想啊，我想想。